一陣要出發去聽嗰啲講座啊，所以依家我終於懶得執翻個樣啦，耶！真係要記錄一波，我第一次依家好似自從一月疫症之後，我都真係基本上冇化過妝，化得少咯。今次可能真係先係我第三次化妝。好，依家要出發去聽講座，拜拜。